寰宇视窗要来关心的是，十四号是英国王储查尔斯的七十大寿。英国王室特别公开了一张查尔斯三代同堂的全家福照片，而其中今年四月才刚出生的路易小王子备受外界注目。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今年的九月五号，当时才五个月大的路易小王子，他已经懂得对镜头摆出迷人笑容。他跟哥哥，也就是乔治王子，长得很像。而夏绿蒂公主则是坐在继祖母卡密拉的身旁，看得出。 来，祖孙的感情非常融洽。